你吃笋了吗？腊肉炒笋片，排骨炖竹笋，腊卤鲜笋，凉拌脆笋，有你喜欢的菜吗？挖了这么多笋子，一路上还在发愁咋处理。我这刚一到家，七大姑八大姨就围上来了，迅速接手了这个工作。二伯，我给您做个春笋宴。要春笋宴。你瞅瞅，这就是亲戚邻居，干活麻利的，完全没我插手的份儿。切皮儿的，剥壳的，削皮儿的，分工明确，不到半小时，轻轻松松，一堆毛笋子就处理得干干净净，地也顺手帮我收拾。我这不给大家做一顿全笋宴，都对不起大家的热情。闻到那种小的全部弄来泡，那种泡来最舒服。这种超级大的全部弄来切成片来晒笋干，那个弄来炖肉炖排骨的香惨了。走，来哟，又来了哟。来把那种大的切来晒，那种嫩的留到弄来泡，弄来吃新鲜的，一点很。把那些东西给它炒个水。哎、哦、呀，走。我给它来一点盐，炒个七八分钟。那我们把那种弄来水分给它晾干了再泡。这些看到好嫩哦，好美哟，做个酸笋鱼，巴适的惨了。泡完捞起来，跟它凉水泡一晚上，去除一下那的苦涩味。我要煮三四锅才煮得起哟。这盆焖笋子，别说好多肉，味得烂。把那个焯好水的笋子跟它漂洗干净了，放在凉水里面泡一晚上。哦，是，你看那个笋子颜色好巴适。看我的成果，闷啾啾的两大盆，那挖一天都可以实现自存自由了。好，我们把那种最嫩的留来整新鲜的吃，安逸得很。哪来的盐还行。好，给它捞起来泡起。我泡了一晚上的笋子，正好给它整个全笋宴来尝个鲜。先把它切起，先切个薄皮来，给它炒个腊肉。那个笋子切起好脆，吃起的时候别得好安逸。看我那种最嫩的点点弄来凉拌，那种吃起又清爽开胃。再给它切点滚豆来喂个排骨。你切这个笋就特别像我们北方的莲藕。再给它切点坨坨的来卤。我们先把排骨给它先来喂起来，给它搞两块腊肉在上，给它综合一下味道，吃起更鲜。排骨给它搞在上，好像来给它翻汤。我们给它打在铁锅头来慢慢的喂起。我们再来搞个卤笋子，先把佐料给它炒香了，调三勺水，给它来点生抽，来点老抽，蚝油给它来点鸡精、味精盐，啊，再给它裹点老冰糖。我自己家里面吃就没必要熬糖色的了。笋子给它倒下去，小火慢慢的，给它熬一下，让它慢慢的入味，把笋子给它煨到头。我的笋子好了，看一下，你就说巴不巴适？来搞个凉拌的。我给它和转，哎呀，看起来好安逸，又清口水，好爽啊，酸酸麻麻的，这个天都适合吃那个。再来个竹笋炒腊肉。好，准备开饭。哦，它闻得好香啊！走，开饭了。小薇们，快点试一下吧。啊，我刚尝了这个笋，这个拌的笋特别好吃。那你给我吃一下。八八脆。你试一下这个应该很鲜。这是什么？竹笋炖排骨。竹笋炖排骨。好香啊！